我是汪，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进行天竺鼠车魔组生存。上一集呢，我们就是变成了可爱的魔法美少女，真是有够恶心的，天哪！那如果各位想继续看到汪穿女装，就是变成魔法美少女的话，记得影片要满500赞哦，不然的话，这个魔法女装的效力可能就会突然消失不见了。帮汪汪一起成为可爱的恶心哦啪啊啪！我到底讲什么东西啊？那今天这一集的话啦，那我们。前几集都一直在研究新装进来的模组嘛，汪汪其实有一点累累了，所以今天汪汪想单纯探险一下。上集也刚好有发现一个小废矿，我们可以来去那边逛一下哈。再来的话，汪汪想再先做一个镰刀，因为我们的大镰刀没有办法收割蜘蛛网跟一些小东西哈，那就做小镰刀吧，这样子就有一个无限剪刀可以来使用。我们来做气死的看看，那我们就来做一个简单的小镰刀头跟一个小的叉叉跟细的棒棒就可以来做咯、那看看齁，直接做出来1、2、3啊，有了，我们有气死镰刀了，这样子的话应该就可以来挖掘那个蜘蛛网，我们也可以直接出发了。来看一下齁，我要先准备好我们之前做好的这个箱子，然后我来开一个新的洞洞，我要去这个魔法少女记录点，那点它一下齁，把它搬起来啊，我们可以准备出发了哟，耶、好，我们来到了我们刚刚就是我们上一集到了这个峡谷来，但是啊魔法少女卡住了，我看一下齁，来我飞一下啊，有飞了啊，好好给你看到裙子真是恶心。哦，我知道了，我肚子饿了，吃一下，那我再这样子，我可以飞出来吗？我可以飞出来了，所以这个翅膀模组搭配瑞克与莫蒂的传送枪可能会出现一些小意外，要注意一下齁，那就直接从我们上次这个地方开始冒险吧。火把准备好像有点少，哇，这边有岩浆好可怕哦，那边有僵尸是不是？你还拿着箭矢呢，那就来先拿这个探测器来看看有没有小钻石，铁矿、金矿、红石、金矿，废话，旁边就是金矿。我先不要探测一下，我先去看一下我们上一次发现的那一个这个玩意儿哈，我们上去，我现在可以直接飞了，我飞上来了，有宝箱酷哦，那先把你挖掉哈，我有吸到吗？有，我有吸到。不好意思，我慌，今天神智可能会有点不清楚，所以呢会看到一直我会一直开包包，哎呦，好多僵尸哦，魔法美少女的大武士刀砍击，然后再砍击一下，大家都靠近我，真害羞，怎么想跟我做害羞羞的事情吗？好，你们已经没有资格了，对，你们不够强大，当你们把我扑倒的时候，你们就可以对我。不要18禁，不要讲出来。好，那我们先看一下那个东西会有什么。这只是僵尸的，我就把它收集起来了。哇，石斛这个会有什么东西？有火把。那这个呢？这个也是石斛，也会有火把哦，会有一些小精力之类的。没什么。那这个我印象中应该会送给我们铁吧，来把它挖掉哈，来挖掉了。直接送我一个箱子，但没送我铁，是不是？这个箱子里面会不会有特别的东西呢？空的。等一下，我装的这个模组也太烂了吧？这跟我原本想的不一样啊。它应该要掉个有钻石，还是有钻石的嘛？再来的话，就是我们上一集有说，我们看到我们北方有一个那个。有没有看到地图？小地图北方有一个小迷宫，我们过去那边看一下，来确认一下蜘蛛网可不可以用镰刀收集？好像还是有点问题耶。可以，蜘蛛网就可以用镰刀收集，但是挖起来还是有点慢呢。是这个挖掘速度太慢了吗？感觉好亏哦，这样子啊，没关系啊，我们起码还是有个方法可以收集蜘蛛网了。好像还是剪刀挖的比较快，我要把我的剪刀拿回来。慢慢的前进，靠近那个神奇的小小地下城，究竟会有什么肮脏、污秽、邪恶的东西在等待着我呢？有小苦力怕，小苦力怕，怎么还有那个东西？1、2、3、4、5，等一下哦，这边好像，没有那个声音了，各位，我在找地层入口的时候发现钻石矿了，我们赶快来挖一下。哇，一次挖到8个，等一下怎么会有8个？8个，等一下，我现在是幸运3的稿，再加上幸运套装，我还以为最多7个，原来是8个吗？原来我一直会错运吗？是8个哦。哇哦，好，再来挖一下。
哦，好赚哦！找到一库钻石矿就这么赚啊，不愧是魔法美少女的加成，哇，35个耶，好多哦。那接下来就忘友找到入口在哪里了啊？我们来上楼一下哈，来，我飞上去，魔法美少女飞行，哎、那这边的箱子哦，我挖了超多东西的，我先来把它存一下哈。这个入口嘛，它就在要从顶端下去齁，那我们就进去吧。啊，其实我现在压力有点大啦，因为看地图上里面怎么有那么多苦力怕，该不会里面有苦力怕神怪砖吧？哦，好围哦，这超围欸，天哪！我们来探索一下齁。哦，这边的话我们就不能炸开来了，因为这边都是这种石，太近了，太近了，你太近了，你太近了，我可以开大招，对不对？魔法美少女的那个神奇魔力，等一下，我现在装了四品魔族，我要先把四品魔族的快捷键拔掉。王王准备好了，看着我们的小地图，准备释放魔法美少女光束，开炸！不嘟嘟嘟嘟嘟嘟嘟，哇哦！他们没有全死哎，那我可以再轰一波吗？再让我轰一波，魔法美少女光束开炸 ！Boom！Biu， 耶、yeah, ，应该可以下去吧？下面现在应该安全很多了吧？哦，看一下哈，感觉好像是真的安全很多了。我们来开一下哦，这个苦力怕还是会伸出来，把它解决掉。哦，果然这边有苦力怕生怪砖，我们可以把它带回去吗？好像可以哈，但啊，我没有带天主车过来。哦，有，走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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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那这个生怪砖我们就收集吧，这个苦力怕我们也不需要。到时候我们有巫婆的话，我们也可以生产火药啦，但前提是要先找到巫婆才行。哦，吓一跳，小苦力怕的灵魂。哦，这边还有什么东西呢？应该不会有人突然背袭我吧？我绝对没有期待什么东西哦。好，我们继续探索哈。哦，它还不止一层呢，它有第二层呢。我们下去再看看。那第二层好像没有怪物，都被我刚刚刷掉了。生怪砖没有，应该这边就是安全的了。所以会有宝物房间，对不对？我有看到有一个房间，感觉特别的大，我们去那边看一下。我们好像很接近地图上那个大房间了哟，来看看里面会不会有什么好宝贝在等着我们。哦，哇哦，哦，是钻石砖的，还不错啦，还行啦。但这个铁跟这个煤炭，还有这个绿宝石，还有青金石，可以通帮我换成钻石砖的。其他我不是很需要，我只需要钻石砖呢。好啦，那我们再原路回返回去哦。这个地下层，走这么久才9颗钻石，我觉得好亏哦，还不如我自己挖矿，我挖一个钻石矿就差不多9颗了。再来到处探索一下，钻石就在这边，轻轻的点一下给大家看画面哈。一个，还有吗？好像就一个钻石矿而已。还有，这里2个。3个，没有三个，2个钻石矿，所以，就两个吧，两个也行啦。还是说我们来搭配一下我们的毛毛青，他不是有这个挖矿工人吗？我把一个钻石矿给弄给他哈，看一下啊，我这边有一个刚刚挖出来的钻石矿啊，是用我们这个定挖的，我们就可以把这个钻石矿给放进去，让他来帮我们找钻石哈，来把这个东西给他，来帮我找，来帮我找，该找了哟，我没给他设采集，不好意思，我忘存，来采集吧。看一下齁，往这边挖是不是？好，我往这边挖，有钻石啊！被人挖掉了，没用幸运的。还有吗？还有哪里有？给我看一下齁，来，哦，他在找了，所以这两个东西搭在一起的话挺好用的齁。来看我挖那边，那我侦测一下，不行，还是不能直接侦测。哦，所以其实还是老鼠模组这个比较好用哎。我一直会错意了，但是你到底是要往哪走？你可以跟我说一下吗？来，给我石头。来，你又吸到其他东西了，来，是往那边走是不是？好，我往这边走哦，好，你再给我一下石头，有，是这边是不是？有钻石，有钻石，一个，还有多少个？2个，3个，没有，还有吗？再给我新的，往这边挖。我搞不懂他在想说什么东西，你快告诉我好不好？我好想学会老鼠语哦。有了啦，找到啦，在上面啦。这个小定状物他没办法侦测上面啦，这很尴尬，超级尴尬的。我们来换上普通十字镐把它挖下来吧。哦，又画得了，我看一下哈，我用这个来堆。我真奢侈，直接用钻石矿来堆。
两个哦，爽爽爽！再来挖挖挖啊！我们又获得了多少呢？再把这个也挖掉哈。哦，我们获得22个哦，这次感觉比较少一点，但也行啦。那那边还有是不是啊？你是不是往那边看看一下哈？有吗？有吗？好像没有的样子。我帮你再开找一下。哦，他过去了，他过去了，不对，这不是他。啊，好啦，不挖了，不挖了。我的这个锤子坏掉了，而且我还忘记带修理工具过来。看看有多少钻石，我还可以啦啊！这样子，我们现在钻石又回到了一组半了。挺不错的，继续冒险一下吧。那先把这个箱子放在这边，我们再上去看一下有什么新奇有趣的东西。好痛！我发现新奇有趣的东西了，但是这边有好多蜘蛛网，讨厌！看一下我刚刚那个剪刀，我果然还是需要用到剪刀啊！剪刀剪掉，哎，来来来，把你鸡鸡切掉掉。嗯，好好好，鸡鸡切掉掉了。后面还有吗？后面没有了。好，那这边，哇哦！这看起来好炫炮哦，这个地方我先插个火把。哎，等一下，谁堵我？谁堵我？有种出来啊！不要隐形啊！你这个小鸡鸡，看我使用。为什么那边是要爆？不管了，我释放大招，唰，全部都死翘翘吧。哦，看一下哈，这边有一个什么地形啊？哦，这边这个地形也很帅呢。哦，那我来看看这边都有些什么好宝贝。哇，好多石斛哦，石斛有机会获得钻石，对不对？先把这边弄干净一点点哦。来来，挖挖挖挖挖，这是什么火把？垃圾？你是什么东西？铁力垃圾？哦，石斛，给我钻石，给我钻石一个啊！捡石垃圾，不会运气这么差吧？哦，还有一些东西没挖到的。那我们飞到上面去看一下下这个金宝箱。这个飞行有点难用。我还是用拔刀剑上去好了。好，那看一下哈，会挖到什么东西呢？应该是黄金吧。怎么又是这个普通的宝箱？嗯，还掉到岩浆里面了，是不是？那就不用管它了。这个宝箱模组比我想象的还要让人有一点不开心哎。我想挖到钻石什么的，就不能给我好一点的东西吗？插个火把。好，来来来来来来，挖一下，给我黄金。给我黄金啊！给我铁锭！你怎么这么垃圾啊？天哪！再挖一下，再挖一下。那我们再去看一下有没有什么奇妙的地下城。矿车宝箱开，金苹果一颗，不是很需要。哦，再看看有啥，有没有更多的矿车宝箱？来这边就是要好好来探索一下、啊。哦，那边怎么那么多水啊？真是的。哦，看看哈，这边来拿拔刀剑。哎呦，等一下，哈？为什么会有这个东西？为什么？到底为什么？这是地下城吗？这是一种地下城是不是？我们来看一下它有什么东西。还说它就是单纯一个这个海灵石的房间。但这样也不错啦，我们可以顺便收集海灵石看一下齁。我在水中挖掘速度这么快啊？也不错啊。那来把它们收集一下好了，降魂的材料齁。注意哦。发现了一个看起来很奇怪的东西啊！这边有骷髅头先来把这个黑曜石挖一下哈。哦，我们现在挖黑曜石的速度好像算是挺快的。那这边我看到一个这个看起来很危险的小房间，我们先拿起我们的大斧头把这个东西挖一下哈，来挖掉。吸，赶快吸，赶快吸！等一下，我刚把里面东西挖掉，对不对？哦，果然有 TNT， 真是阴险哦。那赶快把它挖掉。我会把箱子一起挖掉那箱子里面都有什么东西？我完全不知道哦天哪、把箱子里面的东西吸一下好了哦，还有 TNT， 莫名其妙的哦，看看有丝绸产餐跟强力输出哈，普通。汪觉得我们这附近的地下城都逛了差不多了，但是我刚看了我的那个录影记录之后，我有一件非常在意的事情，就是这上面有个口子，上面 Oh shit！ 你太机车了吧！这个口子，这谁会注意到啊？天哪！哦哇！不死图腾跟钻石全装哦哇！真的有够鸡掰的哈！我觉得我们可以回去了。哎呀呀！传送一下，我把东西传送到天竺鼠之村啦！啊，来来来，带着香香回去，耶、yeah! ！看一下哈，我来飞一下，我来飞一下啊，让我飞，让我飞啊！好好好好啊啊！动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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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飞的时候，这箱子会悬空这个
哇，好可爱哦！天哪，这个箱居然会悬空的哦。好，我们该下去，我们该下去了。看一下，我们今天都获得了一些什么战利品哈？来来来，这是我们今天获得的所有的战利品。钻石已经有一组棒嘞哦，然后还外加一个钻，所以这样子总共收获了一组有40个钻石，挺不错的。那下一集的话，汪想再来做一点轻松的事情，我想来玩个拔刀剑吧，不然的话我们那个枯石大刀还有散花刀都没有练一下嘛，我们就来练他们一下吧。今天就是这样子，感谢各位收看，拜拜。订阅汪汪，大赞汪汪，捅爆铃铛，真是汪汪，觉得香香，记得分享，协助汪汪煮点母汤。